加拿大防癌協會昨晚在卑斯列治文 OVO 體育館舉行活動，以鼓勵癌症病人積極對抗癌症。文卓敏報導。名为 Relay for Life 的筹款活动会连续进行12小时，一班癌症康复人士和看护昨晚就来到列治文 OVO 体育馆响应这个接力活动。活动的目的是要勉励患上癌症的人士，鼓励他们要勇敢和积极地面对。而列治文市长马宝定以及去年的温哥华华者季军高家兴亦有到场支持活动。新时代电视记者文卓文报道。